可是我已经吃完了啊，那是我的耶。大家一起吃它好吃，可是不然自己一个人吃就不好吃了。我觉得我一个人吃很好吃。你自己一个人把它吃完，大家就没有可以吃的东西。他很生气，他竟然敲着那个盒子跟我兴师问罪，你有看到吗？有。你要分享，你要拿着那个跑到厕所门口一直那，宝宝，这个怎么没有一起分享的？这你要分享给大家，知道好吃，知道吗，妈妈？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会跟你分享。我很抱歉。大家分享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分享是美德，我懂。好的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吃完要销毁残骸。可爱到不行，生气还是要讲道理。宝宝，你在生气吗？你说我在看什么？逗水吧？逗水吧是逗随便的意思吗？逗随便我们了是吗？你因为我们唱你不会唱的歌，你现在在生气是吗？你说这是什么？你试试看，妈妈新做的，你看好不好？说一下你的观点。这个妹妹这个名字叫不怪，而且她只有两个字，听到不顺口。然后呢，这个名字又很土，而且念还是想念的念，这么土。而且这个李，这个李念的两个字加起来根本不顺口。一个是不顺口，一个是土。不然她遇见你们。那你觉得这两个字还有什么缺点？她只有两个字的名字，很少人。
欢只有两个字的名字，人家不喜欢这种名字，我好想自己办一个，好想自己给妹妹办一个那什么证，出生证的。你们竟然这样子随便乱办这个证，这么重要事情你就把它随便写个名字上去，你慢慢我觉得也还可以。你乱干啦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理由让你反对的？还有一个理由是，你毁了他的一生。这两个字怎么会毁了他一生呢？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名字，然后呢，我没面子，其他人又嘲笑他，然后他自己心里不舒服，我们家里人也不舒服，可是又不能让他不去学习，所以你就毁了他的一生。你看，你让妹妹多惭愧，然后他知道了，他自己都不懂有多伤心，就因为你这个名字导致了他的可爱。全部毁了。爸爸下课后被我嫌弃发型，他会不会不开心？姐姐，你的好漂亮哦，你的怎么长这样？发型帮我绑的，不好漂亮吗？你漂亮，你漂亮。你不开心吗？因为妈妈说你不好看吗？好，那你好漂亮啊，你超好看的，好可爱呀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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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还是很可爱，你最可爱了，对不对？我想当爱亚公主的样子。我没有剪后面，我是剪刘海。剪太短。还是很可爱。这是在干嘛？